搜东方神起 Super Junior NCT Red Baby 少女时代和 FX， 这么多 idol 五日都现身韩国仁川机场，为了在杜拜举行的 SM 家族演唱会一起出国啦。 XO 七个人除了 Xiaomi 以外全员戴上口罩，可以看得出来韩国空气真的很不好啊。不过过马路的时候真的很帅气，小编帮你配首歌。东方神起允浩和昌敏两人就算面无表情酷酷的过马路，也像是在走 T 台，帅到不行啦。SHINee四人都非常精心打扮亮相，四个人四种风格十分时尚。而走在最前面的敏豪不愧是门面担当，气场非常强大。而我们的搞笑男团 Super Junior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神童今天当起十元的天神摄影师，看欧巴笑得多开心，欧巴记得之后要把影片发出来哦。东海和银赫一起现身，两人不愧是好亲故，穿搭也非常搭配。 FX 和少女时代一起现身，走在最前面的 Amber 和 Luna 看起来心情非常好，一路带着微笑入关。而走在后方的泰妍今天露出小蛮腰，好身材不藏私，十分抢眼。他和云儿并肩而走，不时有说有笑，这画面真的是太美丽了。而刚从北韩回来的 Red Baby 这天马不停蹄的飞往杜拜，以四人组现身。成员 Joy 因为电视剧拍摄缺席活动，尽管已经是四月，气温还是只有个位数，已经换上春装的少女们似乎穿得有点单薄，艾琳更是冷得直发抖。祝福欧巴欧尼们公演成功，平安回来咯。